点击应用名称进入 UAV 规则配置，首先需要创建事件与用户行为进行关联。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模板事件，您可以根据您的行业类别选择对应的模板，快速实现事件创建。模板中内置了常见的事件及事件对应属性，点击使用模板，事件创建完成。除了模板事件，您还可以添加自定义事件，填写事件及事件相关信息，完成创建。